我很认真要练那首歌。他的因为切歌，他现在整个在很开心，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。哇，真的！我上次去唱歌的时候，我才会点，就是从念书唱到痛哭流涕。就是李圣杰说切歌，李圣杰的切歌。未来我超爱。哇哦！未来要会唱也是不容易，因为我们好像有在啊，他去 Playbox 还有唱。好，我们大合照，大家，凯凯起来，凯凯。凯凯的胸前呢也在录影，对 ，OK， 放好，来来来，他很可爱，我可以拍一下这一张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来，好，拍一张，一起来，我的刚刚是我有流汗，你干嘛不拍？表哥，帅，我工作人员，表哥，帅吗？我们拍啦，你们拍啦，一起，干嘛突然现在变害羞了？对啊，这张不行，来啊，好，等一下，他跑过来，对。哎，他怎么好像很急？你可以等他显影一点再拍，他还没显完的。对。好。我们摄影师奶头大。对啊。好了吗？好。急什么？你又不进来。对啊，看闪灯哦。哈哈哈！笑屁啊！真的有笑什么？要多久？十秒啊！再讲，你又不要一直，你又不进来，我又很尬。小军，进来了，一起来。对，而且你真的有像刘畊宏哎。哇！你真的有像哎。对啊。来，畊宏进来了。对啊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一起来。好，十秒，又要十秒，对啊，那你们可以先放松一下哈。好，今天最后一张，闪灯的时候再都没有好了。五，来了，好，来，三二，收工，拜拜，加油，辛苦了，辛苦，不会。辛苦了。博弈有买饮料，博弈有买饮料，谢谢，辛苦了。